搜一下。禽兽，你别用 AC， 用 AE， 用 AE。好，这傻子，傻子 VLC， 我吐了。嫖的收到了，然后剩一个云响，云响的好了吗？好，推了 AE， 推了，收到了，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快进到 Master Massive 反翻车，影响你那个你分辨率大会卡是吧？就只能用160P 是吧？影响是不是？就你那边很小，就推流非常的小。你确定要只推这么大个窗口吗？你要不调大一点，还是说你会卡？你的分辨率不对，分辨率有问题。啊，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。哎，辣辣条刷起来啊！最后，今天最后一场了。今天最后一场啊，辣条刷起来。冲！所有人都给我把奶给灌到 Master Maxify 身上，兄弟们，所有人都要把奶给灌进去，赶紧灌。套舌头，舌头起泡了，我说话，哎呀，不能正常说，知道吗？妈，很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重新推一下下流，我要重新推一下流。Krain 冥想，禽兽，朴是不是不在啊？朴瓜是不是不在？不在 YY 是吧？刘都收到了，刘都收到了。等一下，我把刘我停推了，我重新推一下。耶，我推过去了没啊？你们看一下。你没推过来。操！我点开始推流，他不推，他不肯。你别 AE 了，你 AE 86不行啊，你 AF。
不是我，我一点推流他就直接。哦，可以了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可以了。你快进到版本 fuck for 和。Krain 那个画面没有切到游戏里，对吧？快进到 Burma Revenge， 提前恭喜 Krain。反正划水就完事儿。我用 Krain 音乐。这音乐好像不咋地啊，我换一下。啊这。音乐好像质量有点差劲，我用我想用 Krain 的音乐。 Krain 的那个你的音量不是音那个 BGM 的质量好像有点小问题啊。影响也不大，就这样。应该影响也不大，就这样。应该我现在用。你能把我的 YY 声音调大一点吗 ，Krain？ 就是 YY。I maybe that's just my stream delay, I don't know, I can't tell. I would have preferred to ignore me. What is? No, it's just that I moved onto the no memes, like on the difficulty section. I saw it happen on the stream like 35 seconds later. I don't know if that's my delay or. I'll stop it and start it again and see if it fixes it. Nah, I think it'll be alright. Should be. I'm ready.I'm not. Andres looks like he's dropping some frames, like a lot. Yeah, that might be actually because I'm watching someone's stream. Yeah, you're probably close to everything else. Yeah, I close to everything else, sorry. Okay, it should be better now. I hope I balance everyone's audio properly. I don't know if my or Kuri's audio is coming through. Oh well. I can hear you only.Yeah, but you won't be able to hear the game currently. Right now it's balanced for what I have, not what they have. Alright. So, I need to... Who do you think is most likely to have their audio right? I balanced it with Discord a bit. I tried to get everyone the same volume and the game. Same affair. Okay. We'll go with you then. Alright.Alright. Good luck, everyone. Thanks. Good luck. I think you will enjoy this with us, because I spent some time working on it. Congratulations to myself. I didn't spend hour developing this, though. Don't worry. Discuss more. How many hours? So,
team is one hour. Ah, okay. Sorry. You should be fine. This is not a journey avoidance. Better be marriage, bro. You're kind of an avoidance. Not one line. I'm ready. Yeah, you're ready. I'm ready. Mm-hmm. Yes. Yeah. Alright. Ooh. Oh, it's this. Fancy. Oh, I've seen some of this.好，你们可以选 no mem 的，就不要那个不要 mem 的。No me。No me。选个 no me。开了 me。紧急加强记忆阶段。这么说啊，之前一开始 Razer 给的原版，然后他说可能有点难，然后给了个削弱版，然后找了 Q 一二三帮忙测了一下，然后 Q 一二三直接拿了原版的18分钟给秒了，然后后来强化了一波，然后昨天又紧急再强化了一点，因为发现后面还是偏强。Q 一二三都要18分钟，我懂。那我大概一个小时，再骂。我宣布 Q 一二三才是冠军，确实。哦，好瞎，好瞎，好瞎。背景人是个 meme 啊，可以关掉的，可以关掉。你玩的怎么跟他们的不一样？因为强化过了呀。啊，你说的不一样是背景有个人是吧？因为加了个选项。原来是有这个的。
之后推进度很难推。我觉得这一波最阴险，就这一波最阴险。太久，一分钟之前挺好推的，一分钟之后挺难的，有就是那一分钟到一分二十秒很难的，后面就一分钟没什么。我觉得五十秒开始到一分钟都难，五十分钟开始已经难了。可以在 T 站，也可以在我自己直播间。
呀啊啊全刷我脸什么东西啊？你们都不说话，歪歪里的运营解说的来解说一下嘛，对吧？我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在掏的时候，你说话。反正。圣诞酒不长的，圣诞酒不长的。预计两分钟，十分钟上下。我的意思是，一个半小时炒两次。我可以去新手卡，我可以去新手卡池了都。我说话，一说他第一波就中了。可以去星球塔里面玩了。刚才说了呀，1:20到1:30难一点，然后后面半分钟，大概三次，有运气好点一次就过了，运气不好三次。那聚合沙漏确实是前面一分钟。两波不简单，就一波前面一分钟，一波后面一波。这个沙漏确实也不是难，就是看着难看。真要论单纯，目的就是很腻的，但它就是恶心。
该进入最快的多少？有已经没有到一分二十拿那个超值。暂时没有。所以我觉得是八个人里面是一分半。看他们好早就已经发了。发呆了，操！他们没炸死了，那一辆全在机内了。上次到了五十八，所以就再也没进。这他妈捅我脸上！真是个傻逼！这过完超点都是那种普通的过场就可以了。你的是纯净夫人。然后你的那个里面有两波是没有加强的，一波就是那个转花的那个，转花那个加了点随机弹的，还有一波是靠后的地图，我忘了。他气得我抓耳挠腮。我回来了，哦，完了！但这边这个一次性盯着八个屏幕看不过来啊。八个看不过来，我也盯八个。啊！隔壁直播间惨叫连连。差不多了哈，这边比较安静了，比较文雅一点。看来这边数字的人数输了我。主要是现在是晚上，不方便。这边要是大白天直接开骂。这就回来了。啊！这你妈给人给我单灾，有病吗？我们来竞猜一下，谁率先到一分二十到一分三十那个到了，基本上差不多。到了，得过了。刷点弹幕啊，加油啊，弹幕啊，礼物啊，对吧？给我加了个 Fangame Summer Feast，
有没有出瓶杀？出左边是墙还是会死？墙吧。啊！怎么左右的差呀？水鸡蛋在里面，好像塞多了。本来那个花站着不动，是吧？一般是半个小时左右到一分二十吧。这把我捅死了，这凭什么把我捅死了？我本来以为我能见到他。啊，前面那个是你去的，没多好。我看弹幕有人问为什么只有左上角背景有人，那个背景里那个可以选择开，可以选择关。其实关了难度低一点，没那么滑。因为左边那个开了挂，找那个人带的。就他这一块，你妈他妈又是一坨屎砸在我脸上。
背景那个人是挺，就是如果盯着看是挺瘆人的，但是玩的时候应该是不会注意的。我只会看那个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怎么老死这样？Avoidance 已经到1分21秒了。又是被反弹。弹幕基本纯随机，我就是没有看到有固定的。我记得有一波小波，就一小。四季机也可以算固定的。不能避过呀，能有扭不过的。
好像有一波跟预计的改的出了点点问题，就是子弹停留时间就有判定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，也不是很确定的。全击我脸上呀！完了，上次他妈的没收音好，那个声音。一直是前两波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对了，在作者说再观察个五到十分钟，如果还是看上去问题的，他会在线修复一下，不倒不是虚荣，是哎呀，这下路但凡来个左右直接根本无解了，左右都可能好解点，左右直接
永远第一声。这边请说画面怎么不动？这云想在自杀吗？哦，禽兽好像网络出了点问题啊。Kiri 到一分二十五秒左右吧，一分二十六。到那个了，对对对对对。隔壁都已经一分三十八了。我炸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直接就炸了。炸了！你 AG 吧，你 AG， 你 AG， 别 AF 了 ，AG 吧 ，AG 吧 ，AG 吧 ，AG。哦，我刚刚准备到我的三十级了，看我直接跑掉了。对，现在很多人已经进一分二十多那一段了。
这么快吗？等一下。我、哦、Max 一下子前进了大概20秒，好像。都是飞影。后面其实很正常的，因为后面没那么容易。就你过了1分30之后，我玩 Darius 也到1分38了。后面，我前面没挂一呗，目标是前面挂一。好像的确是只有你没有前面挂个一。我们 Max 也到这一段了，没关系。我这 Max 快要秒了。秒掉了，秒掉了。哇 ，Max 过了。秒的有点快，秒的过快了，秒的过快了。对 ，Max 已经过了。Max 在一分钟那里卡了好久，然后突然就开始秒起来了。Wait, I get one paint drawing. One. Let's go.
发已经四个点了。今晚做梦都是四十八，这个啥东西磕我脑袋。把一分钟之后十秒完的，这还问吗？不就是因为他是 maxify 吗？这个花了。
今天有 Max， Max， 明天有。Maxify 做的改动，然后如果不做那个改动，估计他五分钟就秒了，真的。啊？就是我卡那里。
此时现场怎么过好呀？没得办法，就是看脸加迪丽英语。觉得你不过去啊，一回又直接走进去，要跳进去。跳进英语的话，下一个如果又往左拐，就直接进。我只能这样，直接上个左右左就走。左下不是安点，哦，挂上一了。这整体看下来，感觉目前最迷惑的还是一分钟左右那一波，那个发展开的那一波，太恶心。花本来如果不加子弹，弹幕刷起来呀，要不然直播间没了。学长，有人问那个背景那个人是谁？
那你那个人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旁观。快乐星球呗，我看看。哎，这还真有点像，你们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。没看出来吧？阳间美少女这个影响这个选手发挥啊，这个视线全被这个美少女吸引过了。想想吧，GH 系列对吧？如果没有那几张背景图，那大家都可以随便秒。加了那几张图，那就不一样了。
要在车上补一下。哦，马上，差一丢丢。啥？一分三十八了。哎，可惜了。差个。哇，差一点。就差一点，对吧？这波过了，后面就。真就一点对，三十八秒那一段那一波过后，最后只剩最后一波了，那一波不难。那波没加强，那波想让他加强，算了。弹幕刷起来啊！不然加油啊！
一分钟左右那朵花展开那朵花，我觉得至少绝对是这一次奶牛你们的 MVP 了。那朵花是什么？学长剧透，分钟过不去，这指数线条给干死了，已经死了，听名字就知道没戏过，不过 Max 其实是后面运气比较好，就是直接秒。
建议明年耐久这个 BGM 选用这个希望之花，好吧？两个小时都才差不多，那得多。难度上来说，前面几关比后面几关简单一点。再放几瓶白开。这麦子又过了，对，过了第二遍了，就是跟那天大会综合赛言一样，没差别，已经死了，听名字就知道没戏了。没过呀，但那个时间还是1分38呀。没过，那他刚才
Krain 和朴瓜啊两个人同步率400%，非常非常多，就是弹幕不一样，他死的都是同步的，我的天，对，死的都是昨天同时放映。Master Maxify 过了第二遍啊，我也看到了，接着最后一波。2分钟了，看看有没有人能在这2分钟之内过呀？感觉悬。真的就是15分钟秒一次，跟初恋综合在线啊，初恋综合在线。被反复鞭刑，鞭了四次。这波好惨啊！没了。除了 Max 杀了2遍，其余又无人生还，真的是。他们发疯了，他们化身神之女，直接发疯了。两个网页的时间差了0.7秒，没有完完全全。
我不摸啊死了。Krain 非常可惜啊 ，Krain 就差一波，就差最后一波。然后隔壁 Anvoin 跟 Andreas 也是一样的，都在一分三十八的最后一波。Bomber 在一分三十一。Oh my god. Ah, nice. I think I've observed him. Hang on. What exactly is your time, Ian? I'm 38.74. Is that further than Andres? Oh, you go further than Andres. Just barely. I think you got second place.还是挺可惜的，挺可惜的。我为啥不说话了？稍微安静了一会儿嘛。你聋了，对，没错，你聋了。
能听见我按键盘的声音呢？不可能啊，你怎么听见的？反正我在那边包外里面已经说了，非常感谢各位的参加，对吧？哦，可能瓢瓜不在。哦，对，瓢瓜没听见。非常感谢各位参加嘛，反正今年各位也辛苦了。明年会那个什么，明年可能会那什么，明年可能找个王爷喵，王爷喵，对吧？反正国内的做耐久的棒的现在不是很多嘛，对吧？来一点好看的耐久，对吧？然后反正跳刺这样的，跳刺若干关啊，前几关一个小时，后面几关一个小时啊，然后后面几关会比较难，然后砍掉了几面，应该是砍掉了几面，要不然来不及时间。反正请来了，今年请了不少大佬了，今年请了不少大佬 ，Stonk 差一点 ，Stonk 真的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好上班，他可能明年会来，他也是比较愿意来出现跳刺的，就看嘛，看能不能请到了。好，反正大致上就是这样。这边基本上就这样。明天应该是想表谁啊？想表谁啊？想表了，想表了。提前恭喜 Krain， 快进到恭喜 Krain。Krain， I will revenge next day。想表了，加强。希望之花，对吧 ？Kibo no hana。对，他昨天这样的，昨天早上四点钟 Bomber 发了个消息跟我说他被领导拖去了，明天来不了，然后我临时先找了一下 Stonk， 然后他正好没时间，然后后面找了 Cosmoin 好啊，然后我去隔壁交流一下，大家应该明天见了，应该是明天见了，明早见啊，明早见。哎，不一定起得来啊，好累啊，好累，我待会还得去做个日常去。